不寒，你的奶奶她会不会不喜欢我？你放心，我从小都是她带大的，她很疼我的。我喜欢的人啊，她也一定会喜欢的。嗯。老飞呀，老飞呀，请问你这是您婚礼宣后第一次回国吗？请问您这次回国是要参加老飞的补选吗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奶奶，请回答我的问题。给老佛爷请安，老佛爷吉祥。不错不错，请坐。越来越有我当年的气场。奶奶，我要给您介绍一个人认识，他对我特别重要。我也有个人要介绍，介绍给你认识。他是谁？我好像在哪里见过。金泽你好。你是哪位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之前在秦氏集团实习过的呀。这次呀，我是专程陪奶奶回来的。奶奶，南宫浅浅是我在国外认的干孙女，对我可孝顺了。奶奶，这种来历不明的人你也敢认？我在泳池溺水，浅浅救的我，当时我挣扎特别厉害，差点把她也拉进水里。奶奶，那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嗯，好。我宣布南宫浅浅以后就是秦若涵的未婚妻，秦氏集团的总裁夫人。秦若涵的未婚妻，总裁夫人。快快快，把秦在秦若涵说的事发现他的未婚妻，秦若涵被你发现之后，竟然开车撞向你，竟然开车撞向你，要报仇！报仇！奶奶，我已经结过婚了。老公，是他，南宫浅浅，秦若涵偷情的就是他。彩棠，报仇！我要报仇！怎么回事？我看了什么？